怎么工作？我看看我的条件。嗯。我们有领队去大陆。你从哪里？中国啊。啊，中国。我是中国，对。中国大陆。嗯。中国大陆我们也去过了，去过，比如说北京的、上海、嗯、杭州、徐州，嗯，那你去的地方挺多的，因为以前我们去过大陆那边很多。你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名字是砖煤，砖煤，砖煤那是专业的，专业的那个煤，砖煤，砖煤，砖煤，专业的煤。那一阵子是专业的。你可以说热带，他就热带。啊，那很多居民，居民把带到那个电个缆，那电个缆，居民。那居民，电缆那个主啊，都是那单位的呀。我是这个地方，啊，我是也是这个部门的。那你中文在哪学啊？他是自己学，全部自己学。自学的，没有没有上。还有上课，因为你在看看周围，看看住人，你们哪里啊？那那位，你卖什么那个？那这个。